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行家论股，我是主播黄素欣。双威建筑 （Sunway Construction Group） 汉，截至3月底的首季营业额报4.43亿令吉，首季核心净利报2910万令吉，低于市场预计，分别仅占肯纳格投行研究和全年预测的28%和19%，归咎于轻快铁第三路线和捷运第二路线项目成本尚未确定，造成款项进度慢于预期。此外，预支业务手持的大量订单较迟动工，影响业务日程，拖累该季核心净利，按年跌15%。配合业绩，肯纳格下调本财年核心盈利预测15%，但保持下财年的预测。相信在母公司支持下，双威建筑能从私人领域获得大型工程，达到肯纳格与管理层15亿令吉新增合约的目标。